后本来我们还有一个 topic 是阿帕奇神语的项羽老师，向阳老师，但是他临时生病不能过来，对，所以我会和大家再聊另外一个 topic。 对，我不知道大家上午听了 Rich 和潘娟的分享吗？在上午的那 keynote 上。对，然后我会和他们讲的会类似，但是我们会以 APISIX 和我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的一些体会和大家去讲一讲开源上我们经历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对，这是它 topic， 就是就是我们会讲一讲 open source 和一个 commercial startup 我们的一些旅程吧。对，然后前面的我就跳过去了，因为可能已经讲过了。对，我说一下，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工程师，所以而不仅仅是一个 startup 的一个创始人，因为我差不多在2020年的时候有1000多个 commit， 现在比较少，现在大概 一年只有100多 commit。 对，但是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工程师，我现在还在去做一些架构的 review 啊，代码 review 啊，对对对，但是写的自己写的会比较少一些。我自己是 APISIX PMC 主席和 Apache 的 member， 以及 K8S 的 member。 OK， OK， 我们跳过后前面那些东西，我们来去看一下，就是很多的基于 Apache 项目有一些商业化公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卡夫卡，阿帕奇卡夫卡，有一个商业公司叫 Confluent， 对，它已经上市了，对，是一个百亿美金的一个创业公司，现在不叫创业公司，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化公司。他们就是有 LinkedIn 的一个团队，然后做了一个消息中间件，然后把这个项目呢捐给了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孵化器，然后毕业成为顶级项目，然后有非常多的公司去使用卡夫卡，变得非常的流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创始团队的3个人决定，我去拿一笔风投的钱做他的商业化产品，然后就开始了他们差不多8-9年的一个创业，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上市公司，现在大概是100亿美金的市值。很多的开源商业化的公司大概都是这样的故事，但是 APISIX 和 APISIX7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故事。它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先有了一个商业公司，然后呢，再有商业公司的人2个人写了1年代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把 APISIX 捐给了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然后毕业成为顶级项目，再去拿风投的钱，再做商业产品，再去招人。它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对，这两个故事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前面一个里边，其实整个团队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因为其实你在大公司里面把这个项目已经孵化完，然后有非常多的开源用户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创业，你的风险是很低的，而且已经拿到风投的钱了，你的创业风险是很低的。但是像 APISIX7 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就是最开始没拿到钱，2个人做了1年，然后把这个项目捐给阿帕奇成为顶级项目，中间全是未知，就是你这个公司能不能做成，你的项目能不能从阿帕奇毕业，阿帕奇会不会接受你作为一个 incubator 的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未知数，然后或者你能不能拿到风投的钱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它的过程当中就是全是不确定性。对，但是这其实也是我们后面做 APISIX 做商业公司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完全是在不确定性当中在往前一步一步的去摸索。OK， 或者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无畏，就是或者是无知。对，就是你不知道风险有多大的时候，其实你是就像你晚上走山路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不会那么害怕，但是当你白天走的时候，你就会惊心胆战，因为你不知道原来你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对，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完全不知道风险有多大的，你是不知道我拿了风投的钱到底有没有风险，我把这个项目捐给阿帕奇它能不能成长起来，其实你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闷着头往前走，你只有一个目标，在我们第1年的时候就是成为阿帕奇的顶级项目，然后去看一看有没有更多的人用，所以我要写一个很好的代码，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故事。对，就是如果说有一些经验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开源项目来说最早的经验就是经常的发布，尽早的发布。当然社区也会吐槽这一点，就是说你每个月发一个版本，对我来说我的升级和维护也很蛋疼，对吧？但是尽早发布和频繁发布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你的用户其实能够更快的得到你的一个反馈，对吧？就是我就像打游戏一样，为什么大家喜欢打游戏，因为它能很快的给你一个反馈，不管它是一个告诉你你失败了或者成功了，它有一个反馈，
对吧？但是为什么大家在学习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种反馈？因为它的反馈周期比较长，就是它给你的反馈周期比较长，我要把我的语文学好，把我的英语学好，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反馈。对，而在开源里边，其实你是要你能够自己坚持下去，你是需要一个快速的反馈。对，我的成就感的来源它需要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就是需要一个社区的快速反馈。像 APISIX 我们大概是2019年6月份的时候开源了这个项目，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贝壳找房就开始去用 APISIX。 那个时候 APISIX 其实只是个玩具级别的东西。对，说它是玩具级别的东西是因为在刚开源一个月的时候， APISIX 只能把核心的功能跑通，你稍微多一点的功能其实它都跑通，但是正好和贝壳是很匹配的，因为贝壳要当时要的功能很简单，对，它只是需要一个很基础的 API Gateway， 但是它不用去招人了。对，我们当时应该请贝壳找房的人吃了好几次饭，然后说你就不用去招聘额外的一个人了，你就用免费的 APISIX 就可以了，你的要的 feature 我们都免费帮你去做，线上有故障我们帮你搞定。对，所以贝壳找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开源用户，但是它没有转成我们的付费用户。对，然后从2019年其实到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发一个版本。其实你可以说，最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发一个版本，对于用户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因为 APISIX 在最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功能有没有的问题，因为那完全是从零到一的，你的功能有没有，用户不希望等三个月、等半年之后才看到一个功能，用户希望第二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后就看到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会每个月发一个版本。然后第二年之所以每个月发一个版本，是它的 bug 太多了。对，我们在第一年累了很多的功能，但是会发现用户经常会在社区里面报你的内存高，然后你的 CPU 高，你会崩溃，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bug， 那么你就必须快速的发版本去 fix 各种问题。然后在第三年我们快速发版本，是因为我们要建生态，当我们的核心有了，核心了稳定了之后，我就要去扩我的生态，我的生态包括我和其他开源项目，比如说我和 Apache Double 之间的集成，我和阿里云的集成，我和 AWS 的集成，我和 WAF 的集成等等之类，我要做各种集成，那我也要快速的发版本，所以我们一直在第三年还在快速发版本。到了第四年，其实我们还在每个月发一个版本，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APISIX 其实到了现在大家的功能稳定了，生态集成也做完了，但是我在很多细节的地方是不完整的，就是我在比如说用卡夫卡的插件或者用 Double 的插件，我们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就是等于说我已经到了一个要精雕细刻的时候了。对，我也要，我在发的版本其实不是 feature 或者是一些大的 bug fix， 而是在把这个东西在打磨的更完美的这样一个阶段，也是在快速的在发版本。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效果，这个可能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延迟，其实如果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看去年一年 APISIX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增长是10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去年我们只有1000个节点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0个节点，就是我们一年时间增长了有一个10倍，一个数量级的增长。对，但是尴尬的点在于这些增长并没有带来商业化上的增长。对，就是我在开源上已经占定了一个第一垄断的地位，但是我的商业化并没有进展。对，这也就是经常我们会说的开源和商业化之间其实并没有一定的关系。 OK，然后说到商业化，一般来说对于开源商业化公司，我们有两种方式，其实对于所有 2B 公司都是一样，你要么是从上往下打，我们叫做 top down， 就是说我先搞定这家公司的 CEO CTO CIO， 就是这些 CXO 们，我先搞定他们，绝大部分的 2B 的销售是 top down， 对吧？我要一个销售关系型的，会喝酒的，然后知道他们的利益链的，我从上往下去打去疏通，因为大家产品差不多，我选谁的都一样，我就看谁的关系好，我更能信任谁。但是对于像 infra， 就是像 database 操作系统、 API 网关、消息中间件这种 infra 基础组件，它的替换成本很高，你一旦选了之后它可能4-5年甚至10年都不会换，那么这个时候你 top down 的时候，你从上往下压的时候，下面的技术总监和工程师是会反弹的，因为没有人想维护一个很烂的基础系统。对，因为最终买单的还是工程师自己，所以呢在 infra 领域我们叫做 bottom up，也就是说我要先搞定工程师，这也是绝大部分做 infra 领域的商业公司常用的一个手段，甚至到了1亿美金的收入的时候，大家还是在 bottom up 而不是 top down。 对，可能1亿美金
会是一个坎，因为你要搞定一些大的 KA 的话 K account 的话你需要 top down。 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先会让 developer happy， 会让他们用得很开心，对吧？这个它的功能很稳定，功能有很多还不要钱，对，工程师就会很开心。但是工程师开心了之后呢，他运用的部门越来越多，推到了生产环境，而且这个生产环境还是一个 mission critical 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环境的时候，公司要买单了。因为公司觉得你只有这几个工程师用一个开源的项目，如果线上出现了故障，比如说我用了一个开源的数据库，但是没有买商业支持，没有买商业产品，如果我的数据库宕机了，我的公司可能就挂掉了，对，因为我里面客户信息都没了，我公司都挂掉了，那这个时候我公司一定是要付费的，或者是用了一个开源的 API gateway， 我如果不付费，我所有客户端的流量可能都不能正确的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 engineer 能够处理的一个范围了，就一定会上升到公司层面。那么这就是通过工程师喜欢实际的去使用，然后推动着公司去采购，就是 bottom up 从下往上去推。但是你一样会遇到一些阻力啊，它的阻力其实不在于技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很多开源商业化公司遇到的阻力在于地缘政治，就是当你去在国内其实也是一样的，国内你不要看大家说什么信创国产化，这些生意和开源商业化公司没有关系，对，因为在中国你没有这样的资源去把自己打造成能够符合它标准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在海外来说，他会担心你的中国背景，或者是说你不够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他会担心如果哪一天像制裁华为一样你被制裁，那么他的公司怎么办，对，那么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忧。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其实开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marketing 的手段，对，我们经常说开源是一个public good， 就像 Rich 早上说的，其实 public good 是公众利益的东西，对。但是对于商业化公司来说呢，商业化公司其实不 care public good， 对，他只考虑我的商业利益。那么从商业公司的角度上来看，开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杠杆，对。也就是说，我如果投入到市场上去打广告，我可能要投$10,000，那么可能只有几百个人知道。但是我如果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我可能一分钱不投就有几万个人知道，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杠杆，但是它的销售漏斗的转化率不一定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对于开源商业化公司来说，其实它的指标比较简单，就是它的 metrics 指标，就是我们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能不一定，就是在一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 APISIX 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你没有open source 的用户，你更没有 customer， 那也没有 revenue， 那么用户自己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项目的健康情况，我们就只能看 GitHub 的 star， 对吧，只能看多少人点了赞，那么这个只能在早期有用，因为你一旦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比如说我有2000-3000个赞或者有2-3万个赞，其实就区别不大，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东西了。那么后面我们就会用像 user case， 你到底有多少的标杆的 user case， 对吧，你到底是一个某个地方政府的 user case 还是腾讯的 user case， 对吧，你是一个国内的 user case 还是一个全球化公司的 user case， 那么它代表的你的技术的领先性或者是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公司对外宣传的都是国内的一些政府央企的 user case， 那么你很难相信它能做一个全球化的产品，对，如果一个公司都是互联网的 user case， 你也很难相信他做出来的东西能够满足金融用户的一些要求，对，所以我们就会看 user case。 那么最终我们是要看 revenue， 因为商业公司的本质就是赚钱，对，我不管你中间用的是开源的还是闭源的，你的 metric 指标是什么，最终你要给你的股东交代的就是赚钱。 OK， 那么对于中国绝大部分的开源商业化公司来说，其实大家都在左边，都在左边。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跨越鸿沟》里边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图。那一整本书其实都在讲同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创业公司来说，或者早期公司来说，你到底能不能跨越一个鸿沟，就是从一个早期用户接受的产品到了一个大众用户能接受你的产品，中间是有个巨大的鸿沟的。对，你可以看中国的开源商业化公司，其实
大家其实早期都发展的不错，像 APISIX 啊，像 PinCap 啊，然后像 SphereEX 等等之类的，其实大家前几年大家都发展不错，包括现在都发展的很不错，但是大家真的还没有到这个跨完鸿沟这个阶段，都还没跨过去呢。也就是说你会得到 developer 的认同，一些有创新性的公司会使用你，也有一些公司会为你付费，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跳过这个鸿沟。对，那么这个鸿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 iPhone 最早发布的时候，它就在最左侧，只有一些非常喜欢这种尝试新事物的人才会去用 iPhone， 对吧？那么 iPhone 一直到了 iPhone 5 iPhone 6的时候，其实还跨过了它的鸿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 iPhone， 对，才愿意用智能机。那么其实最后面那批人是什么？那批人是说我实在买不到诺基亚了，我才可能去考虑换别的手机，对。但是真正在市场里面有钱的都是在中间的这个阶段，就是在中间的34%，两个34%，那是真的有钱的一些企业，包括一些金融、一些制造、一些消费，因为他们是偏传统的，他们不会愿意去尝新。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创新的部门去采购，但是他们不会用到他们真正的核心的生产环境里面去。对，就像一些公司虽然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大公司在用一些中国的 infra 的一些开源项目，但是它不会用到它最核心的产品里面去，因为它最核心的产品还是偏保守。对，那么你怎么能够才能让它去用呢？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要考验你的产品、你的公司的一些战略，或者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至少对 APISIX 来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在逐渐找到自己的 PMF， 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产品和市场的一个匹配度。对早期的用户来说呢，你提供给他的很可能都不是产品。很多的开源商业化公司在最早期的几十个用户、20个用户，你早期都不是产品，你可能是你的支持，可能是你的服务，但很大概率不是你的产品。对，然后当你累积到足够多的这样的用户之后，你才能慢慢的知道我的真的付费用户需要的是什么，我才能提炼出来我的这个产品。那么有了这个产品，你才有可能去做到一个和市场的匹配度，去跨过这个鸿沟。不然的话，你可能一直就在左侧，一直在憋在那个地方，可能就憋死了。对，这是 APISIX 一些早期用户，我们叫做一些 early adopter。 这些用户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如果去看一个项目，那么你一定要问你的 early adopter 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 APISIX 的一些早期用户，其实都是每个行业的一些最愿意尝鲜的一批人。对，如果你看到一家公司，他给你的 early adopter 都是一些政府、一些央企、一些传统行业，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是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 sales 驱动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产品或者技术驱动的一个项目，它就很难的去做的特别的持久，很难跨越那个鸿沟。对，这是 APISIX 早期的一些用户。对，然后经常会有人问 APISIX 有没有一些秘密，为什么 APISIX 基本上能够从2019年第一行代码开始写，到2020年阿帕奇毕业，然后拿到融资，然后成为亚太排名第一的，包括我们去年进了 Gartner 的报告，还进了两次，然后我们在海外现在也还做得不错，就是有没有什么秘密？其实我是觉得最大的秘密，或者说最有效的，就是一些笨办法。对，真的就是一些笨办法，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能取巧，那你最好就不要用。就比如说像买流量这种事情，或者是说你找一个 sales 的有关系的 sales， 他短期能够给你打一剂鸡血或者强心针，但是他不能持久。对于商业公司来说，他其实需要的是持久。所以对我们来说，像我们做海外、做更多的国外的一些用户或者国内用户，其实我们做的就是 content marketing， 就是做内容营销。去像我们在海外有三个布道师，包括刚才的来自印度的那个南湾斗的分享，他就是我们在亚洲的布道师。然后我们在欧洲还有两个布道师，对，他们的工作就是写文章、录视频，各个大会去讲。他们一年大概会有200场左右的分享，就类似于像 ApacheCon， 他们会有200场左右的分享，以及有非常多的文章和视频的产出。对，那么对他们来说，这都是一些笨功夫，你可以买流量去搞定，但是它不能持久。而且呢，对于 developer 来说呢，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产品是看广告来的，我更希望的是我自己上手，
对吧？我自己去尝试去做这个东西，我要有我自己的判断力。还有呢，就是在任何时候，其实创始人都是这个项目的灵魂。就是如果一个开源项目不是由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出来去推它，推它的 marketing， 去推它的核心的里程碑，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你也不敢信任这个项目。对，如果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是在搞 sales， 那么它就是一个 sales lead 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技术或者产品 lead 的一个项目。对于 APISIX 来说， APISIX 里程碑的文档的大纲都是我这边自己在做的，对，我要保证它在一个正确的路线上在走，虽然我不一定会写很多代码，但是我会 review 它的一个里程碑。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一个，每一个商业产品或者开源项目你都需要有一个很强驱动的人去推动它再往前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之前 Mantle 的一个 Apache 的一个开源项目，就是说它其实是由一个大厂去捐给 Apache 软基金会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捐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在公司里面去决定这个项目的里程碑，而公司里面能决定里程碑的人呢是谁的职位高谁说了算，那么它其实就很难去和阿帕奇的文化去做一个匹配。对，那么其实真正在社区里面是真的谁懂这个项目谁有更多的里程碑，谁贡献的越多谁的话语权就越重，但是在商业公司里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如果要做一个开源项目，那么这个开源项目的人不仅要能写代码，他还要可以布道，可以定里程碑，可以和其他的项目做集成做交流，甚至做商业化上的探索，他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全能的人，或者是把你自己逼成一个非常全能的人。OK，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对于开源商业化公司来说，它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很多 2B 的公司是打猎型的公司，对吧？就是打猎就是意味着我今天可能会收获一只羊，也可能会收获一个兔子，或者是什么都没有，我是打猎型的，所以我需要招更多的销售去帮我去外面打猎，它是一个 reach out， 你需要不停地去找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去做 reach out。 但是对于基础软件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播种，就是它前面它可能也不是一年两收或者一年三收，它可能是两三年才有收成，像种果树一样。对，所以你如果最开始种的是一个苹果树的种子，那么两三年之后你就会收获苹果，但是你如果种的是梨树，那么你几年之后收的是梨树。所以它其实对于开源商业化公司来说需要的是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然后等待。因为像 APISIX 来说，我们做了两年，其实你看不到任何社区上的大的 user case， 也看不到外面节点数的增长，那两年就是一条横线。对，你基本上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做了两年任何 matrix 指标的增长都没有，但是它的拐点在第三年，它的增长真正的爆发在第四年。对，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耐心的一件事情。对，那对于商业化其实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在海外，我们从去年二月份开始做海外，然后我们做到现在才开始看到拐点。对，但是它后面需要增长，我估计还需要快速增长，还是需要一年，它其实需要一个长期有耐心不停地去投入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多的着急的公司或者是团队来说，其实就会比较难受，因为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你看不到任何正向的反馈，你只能靠自己的内心的强大来安慰你自己。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开源或者做开源商业化和做一些其他 2B 的项目不一样的点。对，就是它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坚持，然后需要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的，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对，对，你不能被别人的一些环境的改变等等会改变自己。所以说很可能很多真的能在这上面做成功的一些人都会比较偏执，而不会被别人轻易的打动了。对，然后最近两年其实对于中国的所有商业化开源商业化公司来都是很困难的两年。对，因为你的地缘政治的问题，因为你美元融资的问题，因为你的国内商业化和 SaaS 环境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在一个很纠结或者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对，但是我觉得过一两年说不定大家能够看到一些真的成长起来的一些开源商业化公司。 OK， 我分享就这么多，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和上午潘娟说的
会有一些类似，不过他讲的是开源社区的东西会更多，然后我讲了一些商业化的东西会更多。